毛利求邀请咗我去煮餐广式菜，带埋你翻乡下感受大自然，食啲地道菜式，同动物 say 个 hi。有仔厨房毛利求斯之旅。毛利求斯嘅大自然好丰富，由海边嘅沙滩眨下眼就去到山上嘅森林。一到冬天，有啲山区会俾人去打猎。今日我哋去咗 Valley de Ferney 去搵啲山鹿，但系我哋唔系立枪，系用相机。落雨天用四驱车上上落落都几刺激噶。在山上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大自然，完全不像一个热带的沙滩地点，有少少苏格兰陆地的 feel。 我的头部at 10 minutes rocks trees shrubs and one bird。等下一个钟，他们终于都出现了。冬天的时候，街市的肉档会买鹿肉，啲肉冇乜脂肪，肉的味道好重。野味嚟讲，佢一啲都唔素。餐厅的 menu 会有鹿肉咖喱啊、鹿肉扒、鹿肉和姜饭呢啲咁嘅菜式，全部都好好食噶。由于脂肪少，佢都好健康。今次呢個菜式咧就叫做 Halim 係一個中東同印度夾埋一齊咧做一個類似咖喱湯嘅嘢嘅，通常就會用羊肉啦，但係今次我就會用鹿肉噶。鹿肉咧香港都有得賣嘅，又可以用啲羊腩都得，切大細都冇問題嘅。見到啲好大嘅肥肉咧，咁就可以切走啲肥咧，就唔需要太油啦。啲骨都可以落埋去，可以用少咖喱粉去醃醃佢。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落埋啲乳酪，跟住咧醃過嘢，咁啲鹿肉咧同埋啲羊肉咧就會嫩滑啲添。喺個 pan 落啲油，放啲肉落去，唔使太大火嘅，中火都 OK。慢慢去揦一揦啲肉咧，咁啲醃料咧就唔會燶啦。切啲洋葱，多多都得。咁啲肉咧炒炒下咧有色咧，就放啲洋葱落去。蒜头咧轻微拍一拍佢，剥浸衣，咁就可以成只咁样放落去啦。依家咧就可以落啲扁豆嘅，咁啲扁豆咧我系用绿色嗰啲，浸咗大概两个钟头，加一格水放落个汤度啦，加啲水，加啲咖喱叶，多啲咖喱粉，跟住咧就可以攞啲芫茜放落去，番茄放埋落去。依家咧就要用細火慢慢煲滾佢，大概個零個半鐘頭。不如呢段時間咧，我哋學下點樣講毛利求斯話咧。歡迎大家收睇一分鐘毛利求斯話。如果你同人傾偈嗰陣時，你都唔知佢噏乜，咁你就可以話冇八個呢，冇八個呢，即係話我唔知道咁嘅意思。多謝大家收睇一分鐘毛利求斯話，歡迎下次再睇過啦。好啦，咁个汤咧就滚咗大概个半钟，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咧切啲新鲜嘅芫茜、柠檬皮，咁啊可以切啲条形，同啲芫茜捞埋捞埋咁。最紧要系煲完之后咧，先至落柠汁。如果煲紧嗰阵时落柠汁咧，咁其实个味道都会变嘅。煲完啦，暖暖地，先至落柠汁咧，咁嗰个柠汁嗰个味咧，嗰个柠檬味咧就会爆出嚟嘅，就会好 fresh。好啦，个汤就整好啦，咁就可以不嚟饮啦。